碰到，三秒钟都唱到，被你画上记号，像秘密要泄露。頭先啊，剛才咧啊 ，opening 咧，我就要參加另一邊嘅港台嘅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，咁咧好開心啊，真係我係先講下咧，其實我係對上一次參加個人身份參加十大中文金曲咧，其實係講緊2008年嘅時候啦，已經係就當時係做新人，咁咧事隔而家今日就係16年後，咁好開心，真係可以再次參與即係。有啲頒獎典禮啦，咁所以真係好開心。我諗過由中年好聲音呢個比賽出到嚟，可以一路走一路走，走到一年幾之後，可以參與到一個咁大嘅盛事，而且仲更加好開心嘅就係我得到咗最佳進步銀獎。Thank you。我今日特登帶嚟同大家一齊分享，你哋全部人都有份嘅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。
頭先後面我哋後台大家都好興奮啊，因為這個獎呢，我覺得唔係淨係講個人獎咁簡單，係因為佢孭住咗中年好聲音嘅呢個名啦，係賦予咗好多嘅一啲鼓勵啦、肯定啦，俾我哋中年人嘅。好想講嘅就係頭先喺頒獎禮嘅時候唔夠時間講感想，咁所以我想喺呢度再講得唔得？多謝你哋。係啦，呢一年啦，即係其實我自己好用心去堅持啦，好進步啦都。咁啊，亦都其實呢個進步咧，我覺得呢個獎咧，雖然遲咗十幾年攞啊嚇，但係我覺得呢十幾年係冇枉過，因為對於我嚟講，追求音樂呢一個夢想係唔會有停止嘅一日。我哋幾位所有十個連埋我哋四大天王一齊都係，我哋中年好聲音一、中年好聲音二，有冇獎嘅朋友都好，其實佢哋都係一樣。大家中意音樂就係咁純粹嘅，我哋呢班人走埋一齊就係咁純粹。所以呢個係我哋中年好聲音嘅開始。我希望咧日後咧，我哋每一個歌手都可以攞更加多嘅獎項去回答、去報答你哋每一位。多謝你哋，好冇？咁我好想喺度揸住個獎唱歌，得唔得？我送俾大家咧，嚟緊呢只咧就係我啱啱呢一年嘅嚇。多謝你，係啊，送俾大家咧就係我啱啱上年嘅呢只歌曲，送俾大家，你是我唯一的 ，thank you。Oh,
嘅。多謝。好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。係啦，今晚咧個演唱會咧，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叫做突破。咁咧。